Hello， 我是江端策，很高兴能够参与10月25号当爱飞翔爱心音乐餐会。这次的活动呢，会有许多杰出的音乐人到现场共襄盛举，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可以聆听美好的音乐又同时做爱心公益的活动。我们10月25号不见不散 ，See you。